不知道怎么录哎，然后反正就是我今天早上就是趁他去上班的时候，就自己去买了这个空拍机，因为他生日要到了。反正呢，就是想说给他一个惊喜，藏在一个我可能藏在被子里面，然后让他自己发现。我就用手机偷偷录他的反应，应该。因为他之前我生日的时候，因为我手机坏掉，他就有送一台手机，然后这就算是还给他一个惊喜，希望他等一下会被吓到，拜托，我想真的很想看他反应是什么，他应该会，哈，这样，反正他，我觉得他应该会吓到，因为他真的没有想到我会买。他每一次回来就在那边说，哦，为什么什么我自己在一个房间就会把房间弄得超乱，然后他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随便所有的东西都收整齐，就有一点洁癖吧，不知道。然后那我就故意不收好了，我今天就故意不收，反正他现在就长这样，然后我就故意不收咯，反正他等一下还是会，我收怎样他都在整理。然后重点是，我就把这个，我把它放在被子里面，就这样，让他自己翻，看他翻到了。他等一下一定会干。为什么我不在，你就把房间弄得那么脏？然后他就开始整理，我都想到了。嗨，你好。嗨，干嘛？没有啊，写英文啊？写英文啊？为什么那么乱？桌子？我本来就很乱，你又来了。哪有？我会回来这么乱？你能不能我每次我回来给点惊喜给我是整齐一点好不好？谁呀？而且你这里弄什么？把自己弄乱了。你在这里弄什么？没有，我拍照。哦，把我的相机全部弄翻了。嗯，奇怪。你给我收一下，我就煮东西给你吃。没有你煮汤给你吃啊。哦，你很伤啊。你每次回来都叫我收，叫我收。妈的，你弄成这样！不是，你还拿一大坨卫生纸。我很想要特价啊。对啊。啊，你不要擦屁股啊！哎、欸，你有帮我掉衣服吗？没有，我帮你外面掉啊。掉了。对啊。白痴，那个是旧的、欸。白痴啊，我没掉。你看成这样，我就哪想你？哇，你还买一本书啊？等一下，你弄成这么乱，没有帮我掉衣服，然后还默默我相机，你还叫我想你？我想要拍照。为什么这么乱？你自己搞什么？你又来！啊，我也气死。收出来，不收出来不要吃了，吃屎吧你！那我不煮了，你不要煮了。收，你帮我收，煮不煮都要收，快点啊！你快收，管你，你快点收哦。艾薇，掉衣服，去选一个。那、啊、你要煮什么汤？他还没发现，白痴哦。他还说我眼睛大，妈的，自己眼睛更大，他刚走过来这边，而且他其实蛮近的，他有发现我动他的相机。我就刚想说是让他们用相机，我就歪了一下相机，他就发现，好可怕！要是我一定不会发现，果然是处女座。干，动一下就要出来看看。怎么啦？贵的，为什么是这台？这是最贵的啊！
你不需要知道。多少钱？整副身家都给你了。你知道我今天还问他，你觉得我们要买航拍吗？然后这样就问 ，What the hell？ 哦。这个是最好的航拍，很大台，所以 你应该去旅游你就背着这个就好了。不是，可是你为什么不买小台比较好拿？他还在装，他还在装，他现在还在那边给谁？可是好重哦，我怎么带着飞机？背啊！你确定是这个？你有问对人吗？我没买到。我跟你讲，有一个几百万人追踪，你看有 follow 的一个外抖音的人，他也是，他也有拍这个这一台的开箱。我要开箱。干你娘嘞！好啦，24岁的生日礼物就这样啦。哇！等一下撞机了。自己好好用哎。我现在还没开那个。等一下，我打算本来打算拿我妈的卡去刷哎、欸。在，你不会拿啊？对，你有买保险吗？这个。我他妈的买什么保险？神经病。因为他中爆怎么办？可以保修吗？他有保修吗？有啦，就是在哪里买？我是在我买相机那边买，所以他有保。你有比价吗？比他妈的价，最好要比啊！买都买了，比什么价？你有问一下人家吗？我想。它是有七天无理由，而且这台可以飞很久，小台的就是飞多久？因为我也要，你到底有没有问人家？40几分钟还是30分钟？这个是30最长的，这个飞多久？30，小台那个都10几20而已，而且长得很丑。这台我就是，哦，可是那可以截到很小、欸，而且它是 advanced 的，就是它是 4K， 我不知道它是 advanced 是最比较好，对啊。你最好拍一个那个开箱。我一定要拍开箱疯子哦，疯子、哦！还问，叫你煮的汤那边啰啰嗦嗦，好贵，还在那边。干你还把故意把我的衣服弄得这么乱吗？在我这边，有什么把我衣服弄得那么乱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刚刚的反应啊，我刚刚已经有录影，自己录，我说他等一下进来，一定会说你为什么把我房间弄得那么乱。重点是你刚进来有看到我的手机摆在那？没有，我没有看到。重点是你真的蛮厉害，你看得到你相机被动了一下。什么？对啊，我知道我相机被动了一下。因为我真的他妈动了一下。好啦。我到。